恭喜皇上，淑嫔娘家的脉象是喜脉。淑妃是不是知道这座塔要不妥？要什么用啊？你会有如今的荣宠吗？你敢要挟本宫？凌云彻从来都不是奴才的挡路使，是您的。您要是心软，可就害死自个儿了。莫不是皇后说了什么，惹得皇上怀疑，要与白蕊姬去问话？若是千愁说本宫来，那就不好了。这事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拿去与白蕊姬的饭菜里添点吧。 《忠信房屋如懿传》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。